哎，啊，迄阵想要甲你掠，今仔即马无要掠。无，迄阵阮就是甲讲，那既然你也讲开罗山嘅，你若客，你来开罗山，你退来，哦，阮乖乖啊，阮就束手就绑。随在你处理，啊，若无到时恁要来吼，我们生意要来吼，送也送，还唔知咧。好，安尼嘛，我就是安尼创。对啊，所以你有机会总统找开罗山嘅。啊，到尾两千块就三年啊，伊无要来，吼，无要来，你啊，我换阮去找啊，就是安尼，就这个问题造出来嘛。八个十五。千几个人？千几个人？迄阵阿扁做总统，伊做总统。是，啊，恁去找。我要去进前两礼拜先相挂号，互伊讲，我去要来啊，下晡两点嘛。阿扁有亲身接待你无？无啦，伊走去南部。哦，走去南部。同意，我来补充。其实唔啦，咱即代叫被开罗宣言洗脑。我前几工拄着一个70年次的小朋友，我甲问讲啊，台湾是不是中国一部分？伊讲，我认为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。我问讲为什么？答不出答案。他说我感觉上台湾就是中国的一部分。是那个其实就是国民党潜移默化的教育哦。其实到现在进动轮腿亲你哦。那个教育影响还是存在。开罗宣言我波小姐不止台湾总统府不要再讲宣言了啦。哎，节目满不宣言啦。开罗新闻稿哈。新闻哥，新闻哥。老国一混哈。台湾人公共事务协会就是发帕哈，抵华盛顿的总部，下起顶 PKB 搞为国家档案局。请他们在条约类里面把这个所谓的开罗宣言给吹出来。给我国家档案局吹能力。后来回复一个信给发帕说：“对不起，我们在条约类这一类的文件里面找不到开罗宣言。”证明一下，开罗宣所谓的开罗宣言，它不是条约。对。那我们再回过条约是treaty拢会牢的嘛？我们再回过头来看哈，台湾割让给日本是马关条约，那个是国际法所公认的一个国际的条约。照理说，你如果说要把台湾再还给中华民国，你应该马上要一个同等的条约，规定说台湾。跟澎湖还给中华民国再来当便宜嘛？但是未来二次世界大战之后，处理日本占领地的所谓的旧金山合约，有没有讲到说台湾跟澎湖要还给中国？没有，他只是讲说日本放弃对台湾及澎湖所属岛屿的占领权，但是后面没有讲说要还给谁。所以我下面伟良朱定光台湾地位未定论，一起按内来。所以我觉得说，用一个很简单的解释说，今天法律规定怎么样，你要解除这个规定，你不能用行政命令，你一定要有法论嘛。是，所以洪毅，你一开始问说，那对台湾作为一个主权独立国家，我们有什么国际法上的有利的地位哈？这都你家嘛，重点都你家嘛。这开罗新闻公报哦，它即使它是宣言也没关系了，即使它有签名也都没关系了。有签名的宣言，没有在国际法上没有拘束力，它并不能去拘束任何国家来，或者说没有办法给中国任何法理上的地位，对台湾宣示主权。这句话这个嘛，对咱台湾有利的所在哈，因为中国对台湾的主权。唯一的依据是这个开罗新闻公报嘛，等于这是国际法上是站不住脚了嘛。是，过来都要这联合共的旧金山合约，旧金山合约只是说日本要把这个台湾的主权归让出来嘛，结束啊，结束这个主权了嘛。所以台湾现在在国际法上的确有100%的机会，是，我们可以透过国际法。来寻求台湾主权独立是安尼吼，所以起码这个问题是基本上就是提供，咱无去共讲就对啦。这事实是安尼，啊，咱无去共讲。所以他们都话，你们这个年华，嘿，有讲起这个代志，那个美国的国务，那个国务院加那个档案局的代志，这张啦，你讲的这张回函的，这张是回函啦，那个美国档案局的回函来讲，美国的回函有啥物人？回函和画派，画派，啊，画派是咱拜托伊去做的，是台湾国人民政府拜托伊做这个代志，伊来讲这个不是条约啊，啊，但是立地。我就是因为看美国国家档案局说这不是条约，嘿，啊，为什么我那个问这个代志呢？因为美国国务院吼，伊将开罗山列作条约伫遮咧，遮一几本册咧，对啦，足大本嘞，是，啊咧列伫这本内底，啊，所以我讲，啊，迄都也无人签名，伊也无迄个协议谈号做条约啦，安尼，啊了后，即马就经话吧，伊落来个结果，即马出来嘛，伊回答讲唔是，所以我唔是条约，唔是条约嘛，这当然不唔是条约啊，是啊，啊，所以即唔是条约爱改啊，所以我唔只拜二，即礼拜拜二，今仔是拜五嘛，拜二，我伫即个立法院开一个公听会，即个代志要求外交部甲教育部就爱改课本啦，啥物课本迄嘛唔对，你谈到讲啥物多数有同意无啊，迄拢反迄唔对呀，啊你即个美国国门这嘛唔对，伊讲就海开罗宣言是条约唔对，咱叫外交部吼。
哎，正式新闻去叫吴钊燮吼，去甲国民讲这个代志，叫伊解开安尼啦。啊，外交部讲 OK 啦，是，哦，啊，这个代志大概就 OK。请大家看吼，真正那无啊了解啊，然后力争啊，是无正义甲无真相。咱要安怎讲？我头个拢想讲，咱从细汉教育拢啥？台湾的主权是来自开罗宣言。好，第一个，我们现在知道说。根本不是宣言嘛？为什么不是宣言？我们给大家看嘛，这是中国的嘛？中国我做 press communicate， 这好 press communicate， 好，请大家再看这美国的白宫哦 ，press communicate， 有没有？所以拢不是宣言嘛？是啊。好，这第一点。新闻公告啦，公报公告。中国的奥妙，好，对，中国的奥妙，英文嘛不是安尼写，那宣言嘛不是安尼写吼。过来，第二，无签名嘛。中国无签名，蒋介石无签名，丘吉尔无签名，美国国务院无签名，美国总统罗斯福嘛无签名。新闻稿何必签名？哦，对，后两百万那都不是，那你讲新闻稿不用签名，那就不是宣言啦、啊。他不是啊。然后好，所以一定要弄这种 keep in 嘛。国民党教我们怎么样，我们就怎么样。可是不是这样嘛？我是来跟钦佩这个沈老师吼，您安尼一直钻进去的这个精神吼，至少咱今嘛怎样安尼好，咱等下呀，要来请教这个沈教授的讲阿姨啊，去总统府要求看开罗宣言，好，到尾啊，您到底是看到什么，好不好？然后我们等一下再来看，以前咱国防搞什么？台湾的地位来自于开罗宣言，然后还有什么波茨坦宣言嘛？到底波茨坦宣言是什么挖沟？好，等一下我们继续讨论，来先休息进广告。